今天我们来看这个 Honda 的气量 One Million Dream Special Edition 的车型。在气量车里面，我最喜欢就是这辆 Hatchback 黑白配，就是杀气，而且还有红色的线条，完全就是有小钢炮的感觉。而且后面的 boot 又大，不选它还可以选谁？选 City 啦 ，City boot 更大。黑白配我也有，而且 City 的 boot 超过500L， 载人载东西都可以。你看我的 boot 多大？ 要载东西，你的 boot 有我大咩？要载东西，一定是选我的 CV 的吗？空间大，外观 sporty， 还有 turbo engine。在 CV 面前，你们都是小弟。车旁边这个 One Million Dream 的 Special Edition logo 多么有格调！我也有啦。在我的 Echo 面前，你们三个都是小弟。我的 Echo 比你大2，比你高贵 ，turbo engine 的马力也比你高。看一下内装，看一下它的 leather seat， 上面还有这个 Special Edition 的 logo。 质感一流，一看就知道是老板的 feel。几位哥哥，你们讲了那么多，你们有的我也有啊。你们的车只可以载5个人，我的 BRV 可以载7个人，而且黑白的车身，还有这个红色点缀的 rim， 这个才叫杀气嘛。我有啦。喂，你们每个人要载7个人的咩？看一下我的 HRV。 外观帅气，时下流行的 SUV 车身，黑白双色，隐藏式门把，完全就是为年轻人打造的。 Excuse me， 要讲 SUV， 我的 CRV 也是很不错的 ，OK？ 虽然讲 HRV 比较适合年轻人，可是我的 CRV 外观设计也不会输的 ，OK？ 还有要讲空间 ，Hello，CRV 的空间不会输给你们任何一个人。家庭车载东西，你们任何一个人，任何一辆车可以跟我的 CRV 比吗？ Oh, wake up, wake up. 哦，睡醒哦，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回声哦，哦，起来喽，还在睡啊？哎，去，大家不要再发梦了，要的话就赶快，行动要快，把这些全马独一无二，你有钱都买不到的 One Million Dreams 版本赢回家。那除了这个 Jazz 是否全线人员以外，其他的这些特别版的，你都有机会拥有，所以还等什么？快点去行动！ 如果想要知道怎样参加这个比赛的话，大家可以点击右手方的这个小白点，我小明有教大家怎样提高这个赢奖机会。So， 好了，今天的这个特别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不知道大家觉得哪一款车最帅气呢？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哦。最有创意的答案呢，将会赢取我们所送出的这个精美小礼品，所以不要错过喽。我们下回再见啦，拜拜。